大家好，今我们绿牌这种爆瓶宝牌先用的，我们先把它拆下来。拆的时候先让它预热一下，让它这个分离器的热量导到这上面来，有温度的话我们会更好拆一点。摸到这上面有点烫手就可以了。用钢丝先把排线拉下来，钢丝往下按，按压住，从排线的底下走，不要走排线的上面，从排线底下走，一边往下拉，一边不要用力。比如说我右边往下拉的时候，左边不要用力，提住它就行了。然后左边往下拉，右边也是提住，右边不要用力，右边只是提住排线。我们正常把排线分离到这就行了，把排线起到这个位置就行了。拿起来的时候，两头同时用力。你如果单头用力 ，IC 在中间，它会把 IC 给弄爆，力度用的不对，会把 IC 给折爆。我们正常是两头同时起。起完之后，先把背贴上面的胶，用除胶神器把它卷下来。卷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，你卷哪里，你手指的位置你要放在哪里。避免把排线给弄坏了。卷成这样以后，背面的胶除干净以后，分离盖板前面前端。我们正常把排线分离到这就行了，因为我们只是要前端排线。用剪钳把盖板给剪烂。先把触摸排线撕下来，直接放在分离机上面撕就行了，触摸排这里。还有触摸这里的位置它也有胶，我们一起把它先卷掉。前期处理工作都做完了，等后面的话就是把这上面的残胶洗一下，还有这里的残胶，然后洗完之后再拆。